你们要看我手办，我给你们看一下啊。这是我家。这是我很喜欢的一幅画，皮卡丘，你们认识吗？你们认识皮卡丘吗？燕麟哥，你知道皮卡丘是什么吗？皮卡丘会放电。怎么个放电？皮卡皮卡！是不是？对。皮卡皮卡。然后这是我的史努比，然后这是我的阿童木，这是我的钢铁侠。我跟你说，钢铁侠比我还高，你看没？我站直了比我还高呢。然后评论说王彦霖胖了啊。评论说王彦霖胖了，你想怎么回复？我那个没睡好觉，水肿。你这么看也挺……我往上拍点儿不胖了。不好意思啊，我直播的时候从来不愿意开美颜，我现在皮肤不是特别好，长了几颗痘，所以现在不是特别好看。然后脸上抹的芦荟，不好意思啊。然后这是我的钢铁侠，看到没有？两个小熊，这是2000的熊。这也是我的钢铁侠。哼，我确实比较幼稚，但我的钢铁侠更幼稚一些。还有蜘蛛侠，喜欢漫威的打个一，我看一眼。我喜欢漫威。卧室看什么呀？这是客房，不值一看。这是我健身房，我健身在这儿健的。Z Tall。Yo, LT Game。 然后是酒窖，这几个艺术品你们得看一下。这个是丹尼尔·阿什的一个艺术品，这是他新出的。然后这个皮卡丘是他送给我的。你看你干嘛呢？看什么天气预报？这两天天气啊。哦，是吗？嗯。你们算了，不拍你了，有点丑。你别再发哭了，行吗？本来油图还挺好看的，你非要把油图给扎上，什么意思啊？味道吗？不是味道，就是没有那个感觉了。我说是油头的油味儿。你油头没有油味儿，但你油头把这个带上发哭，就有一种风。就是给封印住了你的油头，这样很帅。哎，就是很有斯万男的感觉。你是二次元走出来的吗，哥哥？对，我配上一个歌行吗？什么歌？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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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哒。我还是曾经那个少年，没有一丝丝感。那不好意思，你可能对自己有点误会，你可能对自己有点误会了，哥。你别对自己有误会好吗？我没误会，我谢谢你。这一面墙是我收集的熊里面最贵的一面。这个是最贵的熊，跟香奈儿合作的一只，每一只都涨了好多。然后这一面，我给你们看我的灵，这一面也很牛逼，其实。反正这是我买的钢铁侠。这是可以亮光的，你看，按一下就亮了，再按一下就关了。这一面墙也很厉害，这是乐队，这是今天刚到的。这只熊我也很喜欢，手办，这不是手办，我给你看手办好吧？
我下去一趟，哥。等我。Yeah. Okay. Okay. 等我回来啊。Okay, let's go. See you tomorrow. 你就在这待着吧。Okay. 不好意思。好，我的卡卡罗特。Woo! 帅不帅？这个超大，我跟你说，这贼大，我跟你说，这无敌了。这个你们认识是什么吗？哼，这是我的出门之前的一个小衣帽间。这是我平常收集的一些首饰，金银财宝，每一个首饰都有一个故事。这卡卡罗特全是用 VVS 定制的，你看，粉钻、白钻、黑钻，每一颗都是 VVS。哟。这还有一个卡哈洛特，这个是超级赛亚人一，然后这个呢是黑悟空。我觉得黑悟空的造型比超级赛亚人还帅。这些链子也是 VVS， 太帅了，我也觉得很帅。我的 Zetal logo， 我对，没错，我要去发展那个地摊了。我把这些都便宜卖给你们。Louis Vuitton包 bag， 然后给你们看手办，好吧？这个也很帅，这个也是海贼王，有认识了吗？这个？这个也很牛，这个手腕也很牛逼。看见没有？这我贼喜欢这个，这个你们认识吗？这个很牛哦。这些是一个，这些还好，就是海贼王系列的。但很小，我家手办太多了，我给你看，这儿全是我每一个，我一共买了两套黄金圣斗士，然后我全部都是自己拼起来，然后这是丹尼尔上的一个艺术品，但是一个小玩具，脖子都已经三个粗脖子，然后。这是我放手办的一面墙，这个是圣斗士，你们见过吗？这都是手办，我的手办，哈。然后这是我平常玩电脑的地方，玩个游戏什么的。这个主机也挺牛的，其实我看我老婆是吗？可以看老婆没问题。这一面橱都是我的老婆，但这边其实 Saber 更多一些。这是我老婆，我老婆在第三层呢。这是尼禄，这是原版灵。看见没有？然后这三个人，红 A，
红 A 牛逼吗？我老婆太美了，没办法，你知道吧？好，再给你看这边吧。这是其实这一层的卡卡罗特比较多一些。这是吴王，这是我的吴王。吴王你们认识吗？这是海贼王，这个也挺牛逼，这个做的贼好。这个这是限量版的，但这层没有上一层屌。这个是我摆的，我的吴王太帅了，太帅了。然后这个是小他妹妹，这个也挺好看。然后这些我也很喜欢，这个我也喜欢，我都喜欢，没有不喜欢的。还有黑纯黑的卡罗都没有画过的，这个游戏人生的这两个人物我特别喜欢，我也不知道什么，因为我买手办，我有时候我都没看过的，我觉得好看的我都买。我太喜欢这两个，这一面也很好看，看着没有，黑化了 Cibo， 黑化了。这个特别难找，我跟你说，这个手办无敌。你看着尼禄每次都是这样，贼逗。这是今天刚到的，黑化确实厉害，这没办法。怎么关特效啊？这个橱里面的，我跟你说，这个橱里我每一个都特别喜欢，除了那一面橱以外，这个橱就真的是每一个都特别很难收藏到的。这个小英看见没有，小英男朋友，这俩人一对儿，你们知道吗？看美少女，2018年限定，这是 B 站的，这个我也喜欢，很浪漫。下面有点少儿不宜了，就这么几个，但是这我跟你说，这一面出就牛逼了，全黄金圣斗士，我一个一个。每一个都是我自己拼的啊，我一点不带吹牛的，全是我自己拼的，每一个都是。你们是什么星座？让我看到，谢谢。哼，这是我最喜欢的，我自己的金牛座我都不喜欢，金牛座在这儿，金牛座有点太重了，你知道吗？就是感觉有点笨重。你看这狮子座多好看，狮子座这个。但是这个是什么？雅典娜，15周年的雅典娜。这个是射手座，射手座太帅了啊！我太爱他们了，每次一看他们我就不行了。唉，天哪，这个也帅。这是什么双子？头掉了。等一下，我把他的头本来在这个地方。
要放在手上。对，这样子是不是更帅一些？然后这一面就是这一面，哼，这是今天刚到的。这两个人今天刚拼起来，这个比较难拼，手腕里面算难拼的，这个就很简单，这个我有两个，这样这个高达独角兽。这个高达看到没有，这个我也很喜欢，有一个是比较老了，就是时间比较久了。这个是我今天刚拼的，这个你知道是什么？王者荣耀里面的吕布，叫什么？末日机甲，这是我今天刚拼起来的。这是，我操，太帅了，真的太帅了，无敌了。哎，我的吕布，可惜我不怎么玩，也没有上官婉儿，有上官婉儿就好，我能拼十个上官婉儿。这个高达也很牛，这个是200就是几几年了我忘了，这个很老了，这个现在买的话都买不到了应该。然后这个也很帅，这一面处理的都很帅，其实高达，但具体谁是谁我也不知道啊，我不了解，但是我只买我喜欢的了，出息吧，必须的，哼。这个最丑的我放最底下了，我这个龙我这断腿了你知道吗，我这个龙，我的游戏王的龙断腿了，然后这个是圣斗士的圣衣，小的，这些是坏的圣斗士。我跟你说我拼这个的时候，我现在刚开始拼一个多小时，现在我每一个拼的话应该大概也就15分钟吧。你看帅不帅，太帅了。然后这个是70周年的，好像我忘了。这两个可大了，你看比例就知道了。这也是雅典娜，行了，就差不多就这样了。这就是我的，这还有一堆没拼的呢。这个是什么我也忘了，都是好像预定了半年才给我拿过来的。然后上面是我的熊，我的小钢铁侠，你下来了，来，不理我，算了吧。嗯，这就是我的手办橱了，差不多就这样了。底下的放了，别人也看不见，我就没放。行了，挂了。就是秀一下我的手办，给大家看一下燕麟哥，你现在脸一点都不红了。嗨嗨，大家好。是个花生，这个花生，我长胖，兄弟。没事儿，没事儿，有我在这垫底儿，有我在这垫底儿。我没刮胡子，我也没刮。大家好，我还是曾经那个少年，没有一丝丝改变。你闭嘴吧，我挂了，挂了啊！你赶紧睡觉吧。我准备睡觉了，不聊了不聊了，没什么可聊了，就给你们看一下我的手办而已。怎么就不行了？你们几点了还在熬夜呢？不要熬夜，知道吗？期待我的新歌《冰激凌》，好吗？几号我先不说。我
告诉你们这个冰淇淋叫什么。你闭嘴吧。Ice cream。冰淇淋的英文叫 ice cream， 但这首歌叫中文的，叫中文就叫冰淇淋。欢迎冰七七零也可以零。对，我们都不认识拼音，就你知道啊！谢谢你教会了我们，谢谢。冰淇淋的淋，对对对，我王爱林的林，是是是是。冰淇淋，你可能有点自恋了，兄弟。行了，我挂了啊！在我跟燕林哥再玩会儿，我们俩睡觉。什么不要不要了，惯些毛病，天天惯你们了啊，还不要，我还不要呢，我得挂。你给我开可乐干什么？哦，你喝不喝了？我喝这奶。行，我喝可乐吧，好吧。我睡了，拜拜，晚安。拜拜拜拜，下次再见，好吧，下次再见，拜拜拜拜。